妈妈有没有什么要叮咛我们大家？我告诉你，维亚是孕妇就是特别好运啊，都觉得很大奖的。所以我穿的也特别是昂睡欧短，所以如果我们那一桌有一个孕妇坐在那里，忘了整桌，只有你旺还是整桌会旺？我觉得整桌都会旺，会带旺那一整桌。哦，对，是哈。但是我今天带来一些东西，就是因为我就是昂睡欧短，我已经穿好了。可是呢，我还是要更加的吸睛，所以我带来一些，你知道刚才有说嘛，有 Jesco 现在的尾牙都有，这个呢就是我参加这个就大亨小传的时候的那个大亨小传哈，这样可以喝威士忌吗？你但是比较像做运动哎，不好意思，就是大亨小传羽毛感觉可以许愿，然后这个呢是我参加那个夜上海的尾牙的时候呢。 所使用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些所有的东西都适合你主持尾牙，对啊，不是去参加尾牙，是吗？然后公主风的尾牙就是这个，天哪，你这太夸张了啦！你这个太大了啦！基本上你现在好像是口部放在头上，对，怎么可能？口部啊，而且我觉得你今天那个黑色配的还不错，真的，说实在的，说实话，我今天也帮你带。 它还有两朵花，花瓣带一个，哇，跟老师裙子有搭的，有搭，而且这个不是戴在这边，是这种，比如说你中分嬉皮的尾牙时候是这样，这个不是每一个人可以驾驭的，所以你还是换回去。哎，你那两朵花很可怕。我跟你讲，这两朵花是干嘛？它不是不是，它就是走那个有的时候沙滩风沙滩。这个妈妈不会让你带吧？很可爱耶。有吗？那一定要克制吧，不用这个。没有，那个是新娘。对，如果你参加婚礼可以，对，因为尾牙，等一下我会觉得。 你家里出大事，还来参加，会被妈妈骂，会被妈妈骂，会呛追公司啊？对，对吗？哦，后来带这个妈妈不会让。白色太 over 了，我想请老师在最后给我们几个比较正常人的配饰。对，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选这些有格子类的，因为其实它有颜色，对，然后又有气质，又不会太夸张。妈妈们也可以使用，而且你穿这样欧露露这样戴也很好。对，可以戴。 然后，如果你真的要有颜色的，好，你也可以选这种就是立体一点的，有蝴蝶结，它可以中间旁边，但它是比较红色的小模拟，这样起来也有立体，会有蝴蝶结，花你这样选小回掉的，小一点，或者是呢，真的要亮是不是？好，对，我就选这种平面的，对，但是它就是整个有一个亮度，但戴的时候你可以戴前倾，对，可以戴前面一点，或者是。 看你自己随便怎么戴，然后这个这样绑起来也可以，也很好看。好，我虽然选的都很普通，但是这些都是正常人可以戴的，而且正常人是可以戴的。对不起，如果你是绑马尾啊，或者是你想要这些夹子，你可以选，因为其实开始的发饰都还是有一点雾面感，就是刚好是方宇喜欢的颜色，对，草铺的，对对对，草铺，不要雾面雾，真的，可是开始流行哦，开始流行。 所以像这种颜色你都可以选，或者是呢，比如说像Julie姐比较成熟一点的女性，她喜欢有一点什么亮亮的啊，珍珠珠啊，缎面的气质，缎面这种暗红，然后加这个珍珠或者是亮点的都可以。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要亮，是不是？对，就选这种简单的妈妈。哇，漂亮！看这个，它就是一个这样子夹子。心妹姐最喜欢的夹子，这样夹，它就这样也很好看。那我现在可以夹吗？对，好呀。我今天穿这样。 然后放你配在后面哦，要这么后面啊？对，放后面哦，人家后面看就好，不要后面好看的这样子，因为配你的红蝴蝶结啊，总不能正面这样子吧？多奇怪！我是怕我自己看不到啊，都别人看到，他要自己看的时候也太难了吧？夹在这，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多投资一些这种，他都可以贴水钻贴在那边啊，我就是自己看到。今年就只有这一贴，对，今年就我们是长辈，所以我们还是以就是以取悦大家视觉上面那个，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投资一些这些，尤其是有染颜色或没有染颜色，其实这些它都可以投资。好，我还有个颜色很想要推荐给大家，大家一定没有想到这个颜色会流行，是什么？
法式接下来都是这个色系，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在就是你比如参加尾牙的时候，可以选这一些。